她的老公是一个相信因果、不杀生、不忌口啊，不杀生、不忌口，爱帮助人信佛法，但对于极乐世界半信半疑，所以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都不搞科学，今天怎么能坐飞机来新加坡？你不搞飞机，有别人造飞机吗？我不知道你老公是不是造飞机的，他一个人不造飞机没有关系，有很多外国人都在造飞机。又看法师讲的盘带电视，请法师开示，他这次也终于被拉来念佛，那念佛就好这个相信极乐世界。不是容易事情，这个，佛在经上也说，祖师大德们说的更多，这个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大概是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从教理上，真正对于佛陀讲经的意趣。有相当深度的理解，从这个地方相信，这个修学净土法门。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遇到这个法门呢，虽然道理不懂，接触的时间很少，可是他信得很诚，他就会很认真努力去念，这种人也这个往生的机会很大。那么平常一般人呢，对这桩事情总是存疑，不但是在家同修，连出家的这些法师们对这个法门疑惑的都很多他要不疑惑，那都到居士林念佛堂来念佛了嘛？他为什么不来念佛呢？他对这个问题有疑问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机缘，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这个总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缘不是轻易可以遇到的遇到之后就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Thank you.